图。当我喊楚生的时候，咱俩就是一个角；我喊于心的时候，咱俩是一个角。对对对。我喊楚生的时候，你是那个角，是那个角。我喊于心的时候，你是外面那个角。对，于心。对对对，楚生。对，于心。对。月薪又横移，月薪又横移，你就往右横，升哥又横就往右横。嗯，左腿一步往前，右腿往前一步。他们还没玩明白，我们的战术已经出来了。左往左一步，右往左一步，右腿往前一步，左腿往前一步。哦哦哦。OK， 没问题，没问题。各位准备好了没有？好了。肉是队。对曹支队，现在开始。升哥左脚前，月薪右脚前。升哥左脚前，月薪右脚前。升哥脚并拢，好，月薪并拢，好。升哥右，升哥左，横，对，再横。哎，左，右。还有个办法，就是咱小碎步。哎。停他上来了吗？他们早着呢。月薪右，慢，好，哎，后面脚进。月薪右脚，等，前，左，这样，我们结束了吧？赢了，又是个赢了。我们解决了中国综艺史上这个游戏的玩法，但我不懂他那个是怎么过的那么快。小碎步，就是赢得胜利。啊，预备，开始。可快了，原来可以啊！看来我把事情想复杂了。想复杂了啊！没想到我一开始觉得，哎，咱们认输吧，输一半。没想到我们运作起来，简直是不是出奇制胜？下一个游戏拼出一副恐龙骨架，走，Go。来，肉食性的，给你们骨骼示意图。植食性恐龙队先120秒开始拼啊，你们先只能看。那不就等他们拼完吗？相当于120秒。那正好他们拼着我们看。那我们要看啊。你们不能看啊。哦，没赢。拼恐龙骨架，一共有一大一小两个恐龙骨架模型，两组需要抽取盲抽卡，选择需要拼接的恐龙骨架模型，拼接完成后哪一组完成度最高，方可获得恐龙博物馆的来活秘诀和60两银票。这个很关键，抽这个，尽量抽这个。哈哈，哪个大？I'm sorry， 没问题，大恐龙不一定难拼，对，说不定大的简单。对，好，开始了。这是，哎，你看，哎，有一样的。这个首先是知道在哪儿的。对，它螺丝锁哪里呢？有洞。哦，其实最有用的就是意图。谁干这个厉害？咱可以先研究嘛，一起吗？咱一起吧，一起。哎，这大哥怎么这么多脚啊？哎，不能动啊，不能动！我们没动，我们就看一看。是这个左脚掌吗？不是，左右还得分一下。哎，给我拿个螺丝。钉哪里？你跟我说。我觉得就是，反正不是这儿就是这儿。OK。等一下啊，我拖住。看看，哎，漂亮！领先他们一个脚也是脚。哎，是，再来个脚。广志还在那儿看呢。手拿着，来，开始。对了。快到了吗？120秒。怎么时间过这么慢呀？没事。哎，可以。好，你们可以动了。来吧，朋友们。这个骨头在哪儿啊？真是。在这儿。对。啊，
OK 的，不看推着那往上放。进来再下边吧。OK。卡在上。哎，我这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是是是是。哎，卡上了，卡上了，卡上了。看我就是干农活的。先把颈椎弄上去。OK 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这个发育的就不是很好？这歪了都，这歪了都。哎，好像是拿，我们拿反了，有点搞不太明白。我们就已经结束了。道长，老师，请验收。哇，你们速度真的很快啊，又比他们快。是不是栩栩如生，都快活了？你看，连这块小的都被我找到了，棒棒哒！对的，他们全拼对了是吗？对，他们都拼对了。还剩一根呢，放上就放上就行了。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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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们这是一只受过伤的恐龙。你看这些你们都没弄上去啊，他应该是给装上反了。他被别的恐龙咬过腿。对，他确实受过一些伤，一些大伤。这个恐龙也太身残志坚了，这腿都长飞了都。自己看看这条腿啊，长的。这个腿明显是被王爷星咬过。畸形龙。演员，你们组赢了，来，60两。我们博物馆的来活秘诀，谢谢大家可以看一下。一眼一年一馆一经典，因为我们博物馆呢是世界上展示和收藏侏罗纪恐龙化石最多的地方，是现实版的这个侏罗纪公园嘛。啊，这30多年以来呢，我们博物馆是一直致力于这些恐龙化石的保护和这个科普知识的传播。未来呢，我们希望就是更多的公众能够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带上家人朋友再来我们博物馆。好，谢谢，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谢谢。